什么歌给我唱，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创作。告诉我你离开的我是怎样的心情。听徐小薇唱完，我听到的不是海哭的声音，是我哭的声音。留言说，哇， Lisa 长得好像妈妈哦， Lisa 歌声跟妈妈一样好。然后我妈妈呢，她就硬要准备了一首歌要唱。你想干嘛？都可以，我们可以都可以，明明就偷练的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沾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意义，量也不可惜。火鸟，火鸟，我觉得好好听。要先唱火鸟，我要准备，我要准备另外一条。好，那你跳吧。花抓花，来哈。我的热情啊，像那一把火啊，熊熊的燃烧着我啊。太阳看到我，也要躲着我，他也怕我。我必须说，我就像一个水一样的人，我什么都能唱，什么歌给我唱，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创作。星星告诉我，海是什么颜色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。告诉我，你离开的我是怎样的心情？星星告诉我，啊，对，听海哭的声音。然后呢？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，哭泣到天明。写信给我，我说你很近，而我在离开你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哎，然后听徐小薇唱完，我听到的不是海哭的声音，我听到的是我哭的声音。2022全新偶像，全新的星光云壮新闻，欢迎收看《星光云壮新闻》。我从出道以来就是打着不放弃的精神。目标只有香吗？过出去。香吗？不，把这个翻过来也比较新闻。你在干嘛？你干嘛？孙悟空，哎，反正要吃好没了啦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